环保反思，观念改变。鞋子真的不够穿，这个月又要换新装了。买东西前啊，先考虑是需要还是想要，减少资源浪费之余，同时也可以省下一笔不必要的花费哦。嗯，选择购买环保或者是不伤害环境的产品，更要拒绝购买那些过度包装的产品。只要改变消费的习惯，就是对环保的一种承诺啦。花朵空间，实在绿油油，回归自然，绽放绿彩。